这是一个5毫米厚的工字钢，这是一个装修用的固定器。那么据说这个固定器可以瞬间把这个5毫米的工字钢直接打穿。先看视频。我去，这玩意儿可以啊，那么厚的钢板还有扳手直接就打穿了。买了道视频同款的打钉器啊，今天咱们就来测试一下，看看它有没有视频当中那么好用。说明书一个，护目镜一个，清洁刷子，送了一副手套，还有配件。可以看啊，这个就是打钉器的钉子啊，你们知道这个里面装的是啥吗？可以看啊，它这个造型还是非常那啥的啊。它的用法很简单啊，就是把这个钉子放到这个里面，然后对着你需要打的地方使劲一怼就 OK 了。那么卖家跟我说呢，这个东西的声音非常大啊，所以呢在拍视频之前我自己测试了一下，声音确实是挺吓人的。接下来咱们试试打我这个桌子，看看能不能打穿啊。一二三。我的妈！我操，直接给我桌子干了个洞。我去，后面直接干出来这么大个洞，桌子还是比较脆弱的。接下来咱们试试这个水泥墙，看看效果啊。一二三。直接进去了。可以看啊，我去，非常结实这个东西。接下来最后一个挑战者啊，这个是最硬的啊，这个是工字钢，中间那个地方呢有5毫米厚，千万不要眨眼啊。一二三。哦。我的个乖乖。直接透了兄弟们。这也有点太牛了吧。测试完毕，牛批。